对，我要被告了。我应该更加严格把关我的业配内容，抱歉让我的观众失望，对不起。对这些犯错没有什么好解释，我一定会好好道歉，真的感到非常的抱歉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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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就当做学到教训吧。你们享受过那种大逃杀的刺激感吗？喜欢冷兵器带给你们的爽快感吗？今天我要玩这款游戏呢，是在 Steam 上面热畅销4000多万的跨国多人连线竞技游戏《永劫无间》。哎，这个游戏其实我之前就听过它蛮久的，就是它是一个武侠版的吃鸡游戏，它有十几种的近战武器跟远程武器任君挑选，你还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英雄来进行一场大逃杀。现在《永劫无间》也3周年了，所以今天各位，我打算做一个挑战。如果等一下在我关这游戏之前，我都还没有吃鸡，我就要穿成武侠女装。好，我觉得身为游戏天才我是没有问题的，那我就拼拼看能不能在1小时内吃鸡。 OK， 来吧，永劫无间，我法力无边。各位，这是我的房名，独孤求败，独孤求败。哎，我就玩个，我看一下我能玩谁。向前快速冲刺，哎，感觉就蛮强的。然后 V 是把体力回满，可以，我就玩他吧。制定比赛 ，OK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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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我刚刚电脑卡了。复活，各位，是不可以复活。Hello。哎，巴布啦，最好那么痛啦，你鸡巴啦！屁啦，屁啦！独孤求败开场2年败，好了啦，我就看他多厉害啊！哎，紫苑去打一个人，好，他在看我实况 ，nice。哎，有有有有 ，OK， 他跟忍者打，他跟忍者打。喂，他的 OK OK OK， 没杀先，在下风，可以的，他会用打我那套打死对方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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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他会打死对方，他会打死对方的。OK， 哦，有，你看，他刚就这套把我打死了，刚刚。但还不够，菜就是我厉害。我可以先介绍福利，等观众宰完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所以永劫无间这个游戏，它3周年，它跟晨间厨房做了一个联动。7月27号的时候呢，它有推出一些餐点，晨间厨房、Uber Eat、赤鬼伯伯以及玄子他们有来这次的联动。哎，哇，这是个大合作，哎，好厉害哦，晨间厨房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他7月3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推出了一个新的地图龙影洞天。哎，我们等一下也来玩一下吧。各位，你们只要透过这活动页面建立自己的一个探险小队啊，不管是新玩家旧玩家，完成任务收集洞天秘文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检索天命石，最高好像可以获得1500左右，然后以及积分守护卡还有丰富奖励。哎，各位，我们来开新房间吧，各位。哦，我看到了龙影洞天，来吧，龙影洞天，他们这是新地图。很多人飞过来了，哦，我们开战！披肩石锐，好的啦，太嚣张了！Oh no! Oh no! Oh no!
Oh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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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不到，各位，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了。你看，他看不到我，他以为我飞，他以为我飞上去了。他兄弟们，快逃！好了啦，只会毒我，只会在错点毒我，是不是输了？好了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有种不要打。在我关这游戏之前，你搞什么关游戏？靠呗！我这样是要女装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不算，各位，这不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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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赖皮猪！那我们来人机演练。打人机能吃鸡吗？一定能啊！你打人机不能吃鸡吗？你看，有，哎，我躲起来嘞。What the dog doing？ 看他是不是发不，是不是没看到我？各位，我，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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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，等等等。哦！哎，我要死啊！铁将至，拿来吧你！哎，骑吧！啊！我会乖乖女装的，各位。好，差不多在这边了，各位，差不多在这边。我看一下讯息是不是？我要被告了，因为这一次官方他们是找我来介绍新地图，然后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怎么触发那些机关，哈哈哈哈，要完蛋了，我搞错方向，我以为我玩就好，但我没有想到每个细节都要介绍出来，应该已经被告了吧，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讲完，我觉得厂商如果要告的话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尽力讲完吧。偷袭，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讲武德啊，算我直接开大吧。所以我这边启动了之后呢，我另一边也要启动嘛，我这边也要启动，对不对？它这上面会刷新物资，哦，这个吗？有个地方好像可以向地图发射天火，好像是有人知道吗？啊，在那条船上。哦哟，我看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OK。跟我们来试一下这个，看你不要来路啦，让我工作。干你娘！我们来创个房间啊！哎，来吧，各位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好玩游戏时间。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游戏场景啊！我原本以为我今天是要推荐你们来玩这个游戏，但不对，各位，今天要给你们介绍地图机制。首先，各位，你们来这个望山屋啊，哇哦，你就可以用大炮射人。这个真不是玩过哦，你说永劫无间吗？你们也许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红们有介绍过永劫无间，但你们知道一件事吗？不一定每个网红都有像我一样可能会被告过，各位。我砰一下，安尼真大声了。首先，你们看到这个船啊，这个船啊里面是有大炮的，然后我们要捡多一点东西，先到岩浆这边捡一下物资，拿一下钱啊，没有钱还不能发、啊。来了。各位，我们只要用这个天罡门炮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地点，看很多人聚集在这嘛，发射大炮 ，Let's go！ 天火降临，哪里有天火？哦，这是天火吗？哦，
然后接着第二个就是水银河啊。哦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来吧，我们来这里吧。你怎么滑铲？哎，你怎么做的？哇哦哟！银色数量手，我的惊奇四超人在哪？你们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英雄吗 ？ME 他们强大的律师团队。兵器哦，哎呀，我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已经 pass 了，各位，我及格了，哇哦！好，各位，谢谢你们，我们聚集在这边吧，各位，我想要跟每一个在这游戏里面的人说谢谢，我想要跟你们说谢谢，我想要跟你们说谢谢，刚刚杀我，所以以上呢就是永劫无间里面的内容，这一次是他的3周年呢，耗出新的一个近战武器全刃，对，看到了吗，这个全刃他是可以有蛮多动作的，还他刚那个如果你按右键击击我可以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商品，有新品区，我看一下新品区有什么，哎呦，夏日衣服哎，这还蛮赞的，哦，这个就是通行证会送的造型啊。这一次永劫无间他们的3周年啊，他这次跟3大 IP 合作，不只是一个，光是一个巫师三级我们就非常的疯狂了，他还有跟盗墓笔记来联动，然后出全新的英雄啊，张起灵，以及他也会跟古墓奇兵做联动。各位，我是放火，很高兴能够在永劫无间跟你们见面，我要被告了，就这样吧，各位，拜拜。女装道歉哦，你说我的永劫无间精华就是我跟厂商女装道歉好吧，厂商对不起，林娟 ME 对不起，正在剪片的阿兵阿红对不起。